好，欢迎大家收看 Quality of Life， 我是节目主持人 Martina。 相信有车的人士都知道，无论汽车的零件、清洁又或者是护理这一方面都非常之重要的。但其实护理剂你们究竟知道有多少呢？对它的认识又深不深呢？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今集的嘉宾阿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心得。 Hello， 你好。阿杨，其实我很多时候都会听到人家说，就说、可能你买了一架新的车，但是就不要立刻去打蜡，其实是为什么的？又是不是真的呢？这件事其实一般车主都觉得、我买个新车回来、他可能会车厂那里已经帮我打了蜡，可能他觉得就不需要再打蜡。最大的问题呢，他就会觉得如果我再一次打蜡，他可能会磨薄了车漆。哦，即其实反而个效果可能就会变成反效果咁样啦。冇错，冇错。哦，咁其实系咪即我哋如果真系买一架新车嘅话，就唔好话即刻去做呢一个动作啦。睇下你点样拣个物料啦。咁其实你话外间多数嘅物料咧，而家都会系对个车室系有害嘅。系、啊。咁有冇话、如果我哋要去拣，其实我哋系。怎樣去分的？即是它會不會說、可能你打蠟了有不同的物料了，會不會有很多的不同物料令到我們不知道怎樣去選呢？會不會有很多的物料、其實就是說現在全部都可以是這樣說，因為、現在市面只有我們那種 gear 的車蠟才可以說、叫做對車身不會有損害咯。是啊，因為其實、即我們、即有了車之後啦，其實一定會是做一些打蠟的動作的嘛、又或者是進行一些、可能零件啊、換啊各樣東西、甚至乎會用到的就是必然就是護理劑這樣東西、但是你們的護理劑呢，是不是改良了即不同一點的，跟我們、平時一般其他即地方用到的、其實我們的蠟呢就最主要就不是水溶性，不會隨著洗車下雨這樣沖走，係啦，咁啊，同埋我哋就都會係防嗰啲乳酸啊、雨水嘅乳酸性啊，同埋陽光嘅紫外光咁嘅情況咯。其實用咗呢一啲嘅護理劑咧，佢可以令到即係架車有啲咩改善咧？改善啊，其實最特別就係話做完之後咧，我哋會保證你18嘅光靈度都係咁樣咯，係啦。即其實是怎樣去保證呢？即當整完了，你們是、即靠你們專業的眼光看下去、覺得 OK， 還是說會有另外一些東西是真的證明到它是可以啊，這樣才去。其實每次做完之後呢，我們就會跟車出來看，看完覺得、這一刻的光令度 OK 了，我們就用儀器那一刻檢查了光度出來，這個光度呢其實就在我們就會保證18個月的。嗯、如果你話期間你話用家翻到屋企，咁咪發覺暗色咗、瓦色咗咧，咁咪隨時翻嚟 centre 揾我哋咯。咁啊同一部儀器 check 翻，如果光令度出咗問題嘅，我哋會重新做過，唔收錢嘅。即其實測呢一個即係令度係需要用儀器去真係去檢測先至會達到嘅。會係咯，其實師傅都會衡量得到嘅，但係比用家信心大啲，咁啊梗係用儀器 check 會好準確啲啦。其實平時我哋聽到打蠟啦，咁除咗佢會係即係令到架車好似好靚、好似新嘅一樣之外，其實我哋有陣時啲車會耗損咗，即係例如有少少花紋咁。透過呢一個打蠟，係咪會令到佢即係平復翻，望落去會唔覺有啲花紋喺度㗎？會，我哋做完之後咧，係會還原翻之前你所整到嘅花痕嘅。咁啊，當中啦，梗係會睇下會唔會嚴重啦。譬如你話有啲你話鑰件破壞啊、手推車車倒啊嗰啲，可能令到嗰個漆面冇咗漆油咧，呢啲就真係冇辦法啦。可能要去到噴油先至幫到你啦。其實一般如果係我哋平時就咁刮花嗰啲，都應該係可以用透過呢一個打蠟去做翻嘅喎。冇錯。咁有冇話唔同嘅車嘅種類咧？其實會喺用護理劑呢一方面都會選擇唔同嘅護理劑咧？其實就冇啊。唔需要話我用呢架車用啲乜嘢嘅護理劑，其實就唔需要嘅。一隻護理劑其實可以隻隻車都用到嘅。但係其實我哋如果做完呢一個嘅即係打蠟啦，咁我哋除咗即係你哋有一個保證啦，係知道佢嘅靈度啦，咁我哋自己需唔需要喺呢、這個即係做咗呢一個動作之後，自己點樣去護理先至會 keep 到個光澤咧？其實就唔需要噶。咁你話做完之後啦，咁你定時都洗下車啊，咁樣咯。咁啊，最主要就都要洗車啦。你唔可能話做完之後咁你連半個唔理會佢，咁依然有咁靚，咁啊冇可能嘅。但係用你哋呢一種嘅即係護理劑，其實佢最大嘅優點係啲乜嘢咧？
優點嗰度咧，其實就嗱，可以咁講啦。你話外間嗰啲蠟咧，就因為水溶性，會隨住你洗車啊咁樣落雨咁沖走。咁可能佢哋就話打多啦，咁可能我架車會容易啲花，同埋個漆面會越嚟越薄，係啦。咁先先打 Gear 呢只蠟咧，有啲咩嘅好處咧？就話佢唔係水溶性，唔會隨住洗車落雨咁樣沖走。係啦，咁啊，同埋咧，就譬如話，架車平時就算擺露天都好咧，因為我哋嘅蠟咧就會防埋陽光嘅紫外光啦，所以咁就唔會令到咁樣而去變色，係啦。即係其實我哋一般如果唔係使用呢一隻嘅即係呢一隻嘅劑嘅話，其實係好容易令到架車因為陽光曬得多嘅話褪色嘅。會啊。會哦，即其實是因為紫外光的關係。係啊，因為你話一般的車蠟咧，佢唔可以耐熱啊。嚇，可能你話紫外光曬熱力咧滲入呢啲蠟度咧，即刻會溶解啊。咁可能話跟住就會個車身就會冇咗叫保護層咁樣咯。但問題係，如果真係因為始終呢、這、一個。即係呢一樣嘢，可能我哋平時唔會知道噶嘛。咁萬一真係架車褪咗色啦，其實我哋係咪冇方法會令到佢再即係可能唔會話就咁抹翻佢就會深色翻噶嘛？咁係咪一定要即係再整嘅話，其實係真係要噴過啲顏色先至會靚翻咧？其實都會係噶。咁你話可能你話已經係可能一架黑色車咁，已經變到曬到好似灰色咁啊，白白地咁樣，其實真係未必還原得翻咯。嗯，係啊。但其實打蠟咧個步驟係點樣噶？最主要嘅步驟咧，其實就即係我哋會中意咧，就洗完架車，跟住咧用一種叫做泥膠咁啊捽個車身。咁其實泥膠有啲咩嘅好處咧？就係話佢捽車身入邊嗰啲污糟點啊。係啦，咁跟住就會上拋光啦，咁拋光就我哋做咩嘅咧？就最主要就去車身嘅花痕啦，係啦，咁去完曬架車冇問題啦，近乎完美嘅時候啦，咁就會鋪我哋嘅玻璃質上去咯，係啦，就會咁樣。但其實包括係乜嘢地方咧？即係因為車其實有好多位置咧，都係比較即係細，我哋平時就咁用抹嘅話，用布抹其實未必抹到嗰啲窿窿罅罅噶嘛。咁係咪都會即係你哋會？特別用一啲即真係清潔嗰啲儀器啊，或例如你話泥膠，其實係咪就係方便喺嗰啲位度就會容易清理咧？泥膠就唔係咧，最主要就清潔車身個表面咯。可能你話窿窿罅罅，會唔會講緊埋門邊啊嗰啲咁嘅情況咧？可能冇啊，要嘥師傅嘅工價咯，咁就可能要揾油掃啊。咁樣自己去探隻手入去洗咁樣咯，係啊，拎嗰啲都係嘅，係啊。其實一般打蠟嘅話，需要即係幾多位同事一起去進行先至會完成㗎？理想啲的話，其實會兩至三個會好啲咯，係啊。咁時間係需要幾耐咧？一般我哋嘅做嘅打蠟程序，你預佢基本都要四五個鐘啦。四五個鐘，即我可以當日嘅話嚟到做呢個打蠟，跟住就即可能隔半日左右，跟住就拎翻架車就 OK 啦。係啦，冇錯，冇錯。嗯，但係有冇話其實因為可能佢都會分好多唔同嘅牌子噶嘛，即喺清潔呢一部分。咁喺呢一部分嘅話，其實我哋會唔會話揀咗一啲咧，真係自己係架車都唔適合嘅即係嘅物料啊，或者係佢入邊有啲，例如你話水溶性噶嘛，咁其實但係市面上嘅全部都係水溶性，咁我哋咪避免唔到咯？避免唔到呢個問題都可以咁樣講，係啊，避免唔到嘅係啊。嗯，咁就唯有係真係靠一啲你哋而家改良咗嘅護理劑先至可以啦。咁如果我哋一般喺即係進行呢個打蠟之外啦，其實我哋自己都會即係間唔中就會清潔一下架車噶嘛。咁如果我哋去做一個清潔嘅話，其實有冇啲介紹話我哋自己清潔嘅清潔劑係好用啲啊？又或者係唔會話咁大傷害嘅咧？其實就你可以試驗一下咯。咁其實你話乜嘢嘅洗衰水都可以用，咁可能你話開完之後，咁你可能你話最多你咪用佢手試一下咯，你浸佢一段，即係可能要浸落個手度，都發覺佢唔揦手喎，咁嘅情況啊，咁呢啲洗落個車身度亦都唔會對有影響咯。即其實我哋自己係應該做一個試驗先嘅。係啊，都要自己試下。可能你話長期咁樣用，可能我用多一陣間，我手都揦啦咁樣，咁咪就話可能佢會揦落個車身度咯。嗯，係啊。其實一般如果我哋即係用車嘅時候啦，咁佢玻璃都會好容易睇得出佢係究竟即係乾唔乾淨噶嘛。咁我就聽過有樣嘢叫玻璃水啦。咁其實呢個玻璃水係有啲咩作用㗎？
應該就咁講咯。有啲車主會覺得話我個玻璃我想去防霧啊，或者防線啊，咁有啲外間有啲話物料搽落去個玻璃度咧，就又對呢啲防霧啊線索有幫助咯。咁其實你話呢啲作用大唔大？嗰刻有用咯。隨住你洗車咁慢慢洗車咁，跟住啲玻璃就會洗得翻呢啲咁嘅液體咯。咁基本上其實最好嘅方法咧就係話你每次洗車，咁我哋嘅洗車嘅就落多少嘅鹼啦，嚇咁啊洗完車過完水之後咧，就唔好等佢自然乾啦，揾索水布抹翻乾佢咯。咁呢個動作都要經常性咁做嘅，你預去一個禮拜都一次咁樣咯，係啊。其實洗車即係當去到車行度，即係我哋可能進行打蠟啦，同埋洗車呢一個行為啦。咁其實洗車同打蠟係咪一定會係先洗車先至去打蠟，唔會話就咁嚟到就即刻打蠟，會令到佢污糟咗㗎？當然啦，你打蠟之前一定要洗車先嘅，係啊。有問問咁我入到嚟咁，我淨係打蠟，咁你淨係幫我打蠟，你唔幫我洗車咧，咁其實個效果唔會理想咯，係啊。咁如果我自己洗咗先，跟住啊咁啱，其實我洗嗰下就冇諗住去打蠟嘅，但係洗完之後又可能有少空閒，之後去打蠟，咁你哋都會重新再去清潔多一次啊？定係話當你哋知道我哋已經清潔咗啦嘅時候，就咁打蠟咧？都會係我哋自己本身師傅洗一次先嘅。係啦，咁你話可能你話哇唔係喎，我自己用家都洗得好乾淨喎，點解我哋仲要洗啊？咁多此一舉啊！其實可能你話用家洗嘅洗法同我哋嘅洗法唔一樣啦，因為我哋就講緊就係話要徹底咁清潔車身個表面，我哋用泥膠去做嘅。咁其實用家唔會話即係買個泥膠翻屋企做啦，同埋佢哋都會覺得哇用泥膠會唔會捽走捽花嘅車，所以其實用家就唔會用泥膠去洗車嘅。係啦，我哋美容公司就會咯。同埋泥膠呢一樣嘢就係我哋平時會玩嗰只，定係專係貨汽車用噶？汽車一定係汽車用嗰啲，唔係小朋友玩嗰啲嚟嘅。哦，咁我哋聽咗阿楊介紹咗關於呢個汽車美容啦，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再傾過。Hello， 我係麥天娜，祝大家新年快樂，龍年身體健康，橫財就手，生意興隆。三文鱼、咕噜肉，仲有沙爹串烧，碟碟素菜，几颗乱阵，令你食指大动，仲唔快啲嚟大自然素食试下？传统粥面、怀旧点心、米芝莲星级食府正斗粥面专家。安利消防器材有限公司为你提供最合适的家居防火设备。传统培育智慧，现代护理调养，专业培育员陪你坐月子，爱宝宝，爱锡你的身子，好月子培育，令宝宝健康，令妈咪无忧，月子坐得好，一世无烦恼。专售欧美浴室设备，代理国际一级品牌，门市遍全港，提供专业优质服务。富记五金水喉洁具有限公司。伤心悲痛与他最后一刻，清幽宽躺让他长伴左右，情永在为你做到最好。抗衰老食咩最好？超级营养食品新大宅有机螺旋藻粉和有21种氨基酸的包优人。意式典雅，法式浪漫 ，Savon Bistro 尽享欧陆经典佳肴。问我中意做啲咩？梗系食嘢啦！我咁中意食嘢，但我一啲都唔独食噶。咁多美食，当然要逐一推介俾大家啦。当然仲会揾埋城中名厨同大家一齐 DIY。记住黐住我 Vivian， 就日日都食得开心。香港人好注重扮靓，无论修甲、塑身、整容、化妆都好讲究。市面好多护肤、健身、纤体嘅广告，人人都去做。咁你又知唔知点拣？咩化妆品最啱你？点样纤体先最健康？我哋揾专家同你分享美容心得，同你深入解构，尽在美的方程式。恭喜发财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nnie 文海玲，祝 A 频嘅观众身体健康，青春常驻。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收睇 Quality of Life， 继续有我 Martina 同埋我哋今集嘅嘉宾阿杨嘅。咁上一次阿杨就同我哋讲咗呢一种嘅改良嘅护理剂有啲乜嘢好处啦。阿杨啊，其实好多时咧，揸车嘅朋友咧都会有一种烦恼嘅，就系架车咧好多时会俾一啲腐蚀性嘅物质啊去侵蚀嘅。咁如果遇到呢啲问题，其实我哋可以点样去解决咧？呢个问题都幾麻煩，係啊。一般如果冇做我哋嘅 coating 之下咧，咁你話可能個車主就會最多都係抹一抹佢啊，揾清潔劑抹完佢之後，但係抹完佢之後冇咗笪，即係例如係著糞啊呢啲咁嘅動作嘅嘢，佢冇咗笪著糞，但係會仲有一個孔喺度咯。咁可能你話車主佢會點樣搞啊？可能佢會跟住就會攞啲蠟去捽咯，係啦。咁但係純粹呢個位咧捽下捽下就會變薄咯。哦，係啊。咁但係如果你哋去處理嘅話，其實同打蠟嘅程序一唔一樣㗎？如果做咗我哋公司 coating 嗰啲嘅客咧，遇到呢啲問題，佢就放心好多。佢基本上咧，佢肯揾清潔劑抹一抹佢，跟手再過一過水，就已經係冇問題噶啦。其實頭先提過護理劑啦，咁其實市面上都有好多嘅護理劑喺度嘅。咁但係問題就係佢可能有啲缺點啦，唔夠好嘅地方啦。咁你哋就改良咗啦。但係你哋其實改良咗呢一隻護理劑咧，係你哋自己去鑽研去研究翻嚟啊？定係話其實佢有啲專利啊，甚至乎可能係喺邊一方面去發掘到呢一個新嘅護理劑咧？當年老闆在外國見到呢隻蠟，覺得呢隻蠟好用，咁佢發覺呢隻蠟原來初時咗喺飛機嘅機身度嘅，咁我覺得咁我不如攞翻嚟香港做啊，做落個車身度，咁我覺得應該冇問題啦，咁樣咯。即係其實佢係喺國外見到呢一樣嘢，就覺得好，跟住就代理翻嚟香港嘅。咁其實有冇話即係除咗我哋自己啦，平時因為我哋好少接觸一啲打蠟，即係你唔會自己去打蠟噶嘛。咁但係其實有冇人係真係會？自己不是去美容中心去整这个打蜡，是自己落手落脚去整打蜡的？有啊，我都见过很多，是啊。我觉得得意咯，可能觉得会自己做一下，咁觉得自己架车咁自己做咁样，系啊。但你话我亦都见过好多就是话自己做完之后个效果唔会咁理想，即系有啲客仲会同我讲话，有次我同埋太太一齐做，做身水身汗添，跟住最后发觉架车就彎曬，咁佢講嗰啲彎就花曬啊，架車一笪笪啊，出到咁樣咯，即係其實如果喺我哋唔識嘅情況底下，自己去咁樣去整嘅話，係有機會真係會整到架車花曬嘅喎。會啊，會啊，係啊。咁你哋如果係專業人士啦，咁你哋喺打蠟嘅時候，會唔會話一定要喺乜環境底下，又或者係你哋一定需要有啲乜嘢設備啊，先至去進行呢個打蠟咧？我哋通常就會係即係我哋喺 center 入邊做啦，咁個 center 入邊就會係一個叫做密閉嘅地方做咯，咁通常就係嗰個可能喺呢個範圍入邊，我哋會裝曬冷氣啊，咁拉曬啲簾啊，咁樣喺嗰度咯，係咁樣做咯。其實點解一定要喺一個即係室內唔係室外整嘅咧？咁其實都係啦，做蠟嘅時候可能冇沙塵咁走入去啦，係啦，咁出嚟嘅效果會係理想啲嘅。冷氣房嗰度就亦都係啦，咁令到嗰啲蠟快啲乾啦，同埋就即係做嗰個師傅都係啦，個客就唔會話做到身水身汗，咁做出嚟都靚啲咁樣啦。頭先就話其實會即係開冷氣係可能某一部分就係令到個蠟快啲乾嘅，即係其實一般嘅話當你打完個蠟，佢要透過幾耐嘅時間先至會乾咧，成架車身。我哋做完4-5个钟头之後咧，我哋會建議車主就頭20小时咧就唔好理會佢，即係例如就話，譬如我污糟咗都唔使理會佢，係啦。我哋會建議車主就係做完之後24小时內咁啊，等佢乾透咗先，係啦。因為我唔可能話做完之後擺低喺度24个钟先叫車主攞車噶嘛，佢只揾佢揸翻屋企，抵頭24小时咧，你就唔好理會佢啦。即係可能污糟咗都唔使洗啦，咁嘅情況係啦。咁當中啦，嗰24小时後你發覺有污糟嘅，早就洗一洗啦，咁樣咯，係啊。其實如果喺未打蠟之前，真係有一啲沙啊、塵啊咁樣喺個表面留咗喺度啦。當你打蠟之後，其實會唔會好明顯？即係你打完蠟之後，其實你望落去真係會見到有一啲沙或者可能細粒嘅石喺度㗎。應該就話嗰啲沙同石就冇咗㗎啦。佢最特別就係話可能我彈崩咗有。點解為止彈崩咗咧？譬如我隨住我行車，咁啲石仔彈過嚟，咁彈崩咗。咁最常見同埋一個較為得意嘅例子就係黑色車。咁佢話：咁啊彈崩咗咯，跟住佢藏污咯，咁啊藏污之後咧，可能嗰笪位又變翻黑色。咁好多車主做完之後話：
哇，點解有好多車主同我講話？喂，點解打完蠟之後咧，我發覺啲崩更加多嘅？係咪你揸過部車出街咁樣啊？其實就唔係嘅。咁其實就係因為好似話佢藏污啊，咁經過我哋捽泥膠啊、打蠟啊，清除曬入邊嘅所有污跡啊。咁我個會係冇咗油嘅地方咧，咁佢發覺係冇即係原底係填滿咗污糟嘢，而家變咗就冇曬污糟嘢之後咧，佢反而見到白色。哦，係啦，曝光曬啦，即刻。係啦，係啦。但係講開顏色啦，其實車有好多種唔同嘅顏色噶嘛。正如你啱啱話，可能黑色嘅比較反而常見添呢啲位置。咁有冇話其實分埋顏色嚟計，有啲顏色係特別，你真係要常打理啲啦，常去可能打蠟啊，又或者係你清潔嗰方面都即係要經常啲啦，因為好容易就睇得出你架車係有問題啦，咁樣。有啊，黑色同白色咯，系啊，咁黑色就可能你话佢唔襟花，可能你掂一掂佢，即系尤其纯黑色，你掂一掂佢，可能都会花晒咁样啦。吓，咁有呢啲就洗车嗰阵时候就小心啲啦，可能你话落多啲水咁样啦，跟住就白色啦，白色因为亦都系啦，佢就唔襟污糟，系啦，咁我哋话洗处理得唔好咧，可能会有时间会变色啊，咁嘅情况出现。其实有阵时真系有時架車可能真的不小心撞花了、刮花了，甚至乎可能會有些位置會凹進去。其實這些是當一撞凹了，直頭可能整對門要換過對新，還是其實都會有方法可以令到它即回復回的？其實而家外間就都好多啦，即係可能你話純粹凹咗嘅，可能我淨係做個凹出嚟都可以，係啦。咁啊，視乎即係話你可能整到架車嗰陣時凹咗之餘，有冇花，有冇油喺度咁樣咯。係啊，你話嗰度嚴重到嘅，可能又凹咗啊，又冇曬油咁樣的話咧，可能真的要噴噶啦。甚至你話再嚴重啲，就真係要成隻門咁樣換啊，或者嗰忽位要換過咁樣嘅咯。但如果咧做呢一個噴嘅動作咧，例如可能架車本身係黃色嘅，咁買翻佢原本都係呢一隻黃嘅油啦，但係始終佢架車可能已經行咗一段時間嘅啦嘛，咁又好似你話齋曬得多，又可能會有少褪色喎，咁佢再噴翻上去，要成架車走去噴咯，定係話可以就咁噴翻嗰一笪位置咧？因為如果就咁噴嘅話，它一定是最漂亮的那隻顏色的，而它褪了色那些那就很明顯有一大是新的咯。會啊，這個我們都見過很多，就是說即可能你說揸了一段時間，可能它只是噴這個位置，出來的效果它會發覺兩邊就不同色這樣，是啊。所以其實就如果你說之前打理得不好，即是它說跟著就會常見這些問題，之前打理得不好，可能本身的車身變了色了，跟著它可能這個位置它就說覺得我今次不接受了，要噴油，噴完之後它就是會見到會亮紫色的。即其實我們是最重要的，就是一開始就要好好地打理，你不要說臨急好像突然之間發生啲咩事先去打理，咁其实即系背后就会有好多手尾要跟，可能系啊系啊，咁同埋洗车啦，咁洗车重要啲。而家你话外间就即系而家好多车主可能唔知系咪忙啊，同埋香港地方又细咧，佢唔容许自己洗车，咁啊停车场咁啊帮佢洗。咁佢就以為就哇日日幫我洗，我好穩陣啦，一定好乾淨啦。其實原來日日幫佢洗嗰種咧，係淨用水洗嘅。哦，系啦，咁你话即系可能咁样咯，可能我一直以嚟都系即系用水洗咁，但我冇落过碱咁样，可能会有好多问题出现咗嘅。譬如你话今日落雨咁样，你话出边嗰啲雨水咧残留喺嗰个车身度咧，会揦到佢呢啲咧，咁我一直冇落过碱去洗咧，会洗唔甩。哦，即其实我哋以为佢日日帮我哋洗已经好干净噶啦，但系其实呢啲系错误嘅观念嚟噶。系啊。哦，因为呢样即唔讲，唔会话即特别去留意啊。其实真系好多时就系、是正如你所讲，就系、是、真系系摆喺停车场度，跟住就可能有一个人就哦，今晚就洗晒成个停车场嘅车，但系佢其实用清水洗嘅。嗯。哦，咁所以我哋其實幾耐，即係喺清潔呢一方面，其實我哋幾耐都要做一次即係大掃除咁樣咧。大掃除啊！你話如果純粹洗車咧，就一個禮拜一次就可以噶啦。咁如果你問我打蠟要幾耐做一次咧，咁其實就例如一年到啦。其實即係你話會唔會話個個打會理想啲啊？其實就唔需要嘅。一般嚟講打蠟咧，例如佢一年啊咁嘅時間打一次就會理想啲咯。係。哦，即係其實都已經打一次就可以冚成年嘅啦。當中我哋梗係冚，我哋就冚年半添嘅，係啊。但如果一般市面上其他嗰種護理劑咧，咁其實我哋幾耐都要再去做一次護理咧？
其實外間就因為佢嗰啲用嗰啲鈉係水溶性嘅，即係隨住你洗車咁樣落雨咁沖走。通常你話佢嘅佢可以維持幾耐？你以佢對咗都係兩三個月到啦。係啊，咁可能你話兩三個月後我要帶多次鈉咁樣咯。係啊。哇！咁其實個時間上面即係冚嗰程度、耐用嗰程度係相差好遠嘅喎。係啊，你計翻。計翻起嚟，咁你兩三個月打一次，咁就同一年四倍咯。係啊。哦，咁我頭先問話噴嗰度，你話真係即係都見過有唔同顏色嘅情況嘅，但係有啲人真係好中意啊，間唔中就即係唔係換車就係、是、換色嘅啫，即係間唔中又換下色。其實每一次咧去即係再噴一層油上去咧，即係係再 cover 咁樣一路上啦，定係話會鏟走咗佢即係噴咗嗰隻色，先要再噴另外一隻色上去。會鏟曬，會鏟曬先嚇，即係你話唔會話我唔鏟底之下，可能我今日紅色咁轉黃色咁樣，其實唔會話就咁噴翻黃色上去咁樣，會鏟曬原有嘅紅色先。如果就咁噴嘅話，其實佢會唔上色，定係會直頭令架車產生一啲問題出嚟咧？會產生啲問題出嚟咯。你話即係咁啊？其實你話而家出邊唔會有人咁樣做噶啦，即係唔會有啲話噴油咁無良咁樣唔幫你鏟油咁而噴油上去噶。即係其實你如果出得去整呢一個換色嘅話，佢唔會呃你嘅，即係唔會特登唔幫你鏟，跟住有你發生問題。咁我哋聽咗阿楊同我哋介紹咗好多關於呢個汽車護理嘅資訊啦。咁首先好多謝阿楊先。咁如果觀眾係想睇翻我哋嘅節目重温，就可以瀏覽 www.aprus510.com.hk， 又或者係大家有智能手機嘅話，就可以上呢個 App Store 度 download Aprus， 咁就可以隨時隨地都睇到我哋嘅節目。咁今次時間都差唔多啦，我哋同觀眾講聲拜拜，拜拜。